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骑摩托车巡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台中市的汉口路上。因为偶尔我都会回来台中嘛，因为我老家在台中，偶尔都会回来，但是从来没有来这一间这边巡过，这是第一次来。但是我这次来呢，就发现它门口的巨无霸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，那算是一个古迹吧？是吗？对，它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石像什么什么的。那我们就过去看看，就这个啊，它写什么复活岛石人像。这个好像在网络上也有看到，还有我去朋友家也有人是用那个当作一个纸巾盒，打出来看看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哦。什么一个？那个，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。哦，是啊。我以为是有两个哎，那我先把它弄下来。弄。它下来补那个后面那个位置，我就可以攻了。而且它最角落还有那个1:10的那个漂移货车。太难拖了，哎呦，我还有卡爪嘞。来，这一个应该有重量啊。哇，太重。后旁。没后到。后到也许会直接秒杀哦。没后到没关系，起来。有啊，它不是靠束带啊。它如果单纯是靠束带扶的话，那这个难度很高哦。这门是不是要先弄掉？我先夹一下这一个，让它变个位置。超大根巨炮，其实它这台的爪力是真的开得蛮强的哎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过去。它很重哎，这一个喇叭。喇叭不走啊，喇叭没办法走。对啊，来这个走，走。他这样逆过去耶。你说逆那个石像啊？对啊，试试看。哇，这样子我到底要打哪一个？先喇叭救起来，上去，哇，很好。然后我抓一下下面这一个好了。我那个喇叭可不可以从二楼石像过去啊？可以吗？不知道。哇塞，如果我单纯要打石像的话，我应该要直接拖了。但是这个喇叭我也蛮想要的。来。哎呀，怎么掉来的？是的，啊，我的喇叭，但是它松掉了，为什么？来左右，来喇叭，哇，尴尬，来吧，逆吧。嘿嘿，助攻了，助攻不会，但是我的目标是石像啊。那怎么？那也行啊，先出其他的。因为它前面那一个，你石像在上面其实也可以。虽然它没有到五档，但是至少它可以在上面。接下来呢，逆石像。哎，卡爪啊，卡，谢谢。哎，卡爪啊，卡，谢谢。哦，嘿嘿，出来喽！说卡就卡。嘿嘿，哦，石像也很重，它里面的东西都超重。这一只爪子绝对爪力全开，不然捏这两个东西绝对捏不动。这一只超重，这个纸巾盒也超重。这个喇叭音质我觉得应该是不错，不知道它很沉哎，超沉的。其实这台的东西都能打，而且它的天地的高度，如果是货车出来，可以过。那不就拖得到？嗯呢，它爪力那么强。而且这台的保夹它不是顶天呢，1680，
还行。哇，上面压住他。对啊，硬拖把他拖起来。硬拖、哦，试试看。不行，那一个要果断放弃。然后，可是我们目标都出来了呢。哦，下线长度刚好。把那个拧过去啊，中间那一个。哦，你说这一个、啊？嗯。来，嘿，上。哦。哎。想出货。他想出来。一次保。滑下去会不会就有了？直接你说直上下。对啊。应该我觉得是不太行。这样子可以。过。这个巨无霸超大盒哎、欸！对吧？它是平台吧？算平台。中。但它上去的话，我也会很尴尬，因为它上去之后，以它这么大盒上去，我真的不知道打几拍了。哎、欸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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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上。哇塞！可以直接出货哎。这一个啊，哎呀，真的上去了。那接下来嘞，拖一下二收。哇哇，跑进去了。对啊，他跑掉了，好不容易出来了。卡爪，卡爪。嘿嘿嘿嘿。等等等等等，一直卡爪，一直卡爪，一直，哎、欸，这不对啊！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奈娜，哎，死啦！哎、欸，包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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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包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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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还好，还好有出。吓死了，真的不行，出不来，完全出不来，但是只能这样子。天啊干，痛啊，你看他都被我凹成这样子了，我刚刚硬转硬掰的。哎 OK， 这只鲁夫其实还不错看啊，超级大拳头的鲁夫哦，还不错。那接下来应该不用试了，因为我们要拖到那一个货车其实有点硬啊，因为你要先把上面打掉，你要直接下面直接勾它，勾不出来，因为它有开爪具。哦。所以我们就打隔壁台吧。好。这一台上面有夹送，你看上面这个这边全部的夹送都是这一台的。嗯。所以我们不妨可以拼个夹四，哎、欸，夹四。夹四。送巨无霸，它的夹四应该可以啦，甩幅还不错大呢。夹四。可以拿吗？你说拿这个，十二秒十几秒，拿不动。这夹式我觉得应该是不难。出。哎呦。哎哎哎，那不要理他就好了。我们夹其他的东西，他自己会溜下来。哎嘿。来了，接下来咧，哇，这个什么怎么那么重？直接滚下来。对啊。哇，那个好重哦，只是应该要夹其他的东西说。哎、欸，他倒错边。来，全部下来。啊，他下去了。下面这边怎么有一盒很大盒的东西啊？喇叭吧。爆米花。卡住。我啊，原本想说夹是很简单的，那夹这里的。溜掉。再溜一次。来溜。哇！去了。
哇，连卫生纸都出不来。嘿，流掉了吗？傻眼。然后接下来这边啊，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爆米花机，那个扶不起来。爆米花机应该是有点重量。还有什么可以溜出来的？来，这下面的呢？它东西都其实都蛮多，都卡住了。不然其实这台应该是蛮好打的。他的头翘起来了，哇！他爪力开很强，他有啪的一声哦，但这个真的太重了。束带，哦，来了，这应该是直接活下去啦，直接给他溜掉就好了。这样子，溜，哎，差一点，接下来嘞。再溜一次，来溜外，再溜一次，对啊，哦，有了有了，一，他要拼，难道他捏宝吗？对啊，溜，又回去了，哇塞。它似乎好像可以拼骑士宝托哎，好吧，那你就来吧。好吧，那你就来吧。剩一个。哦，剩一个，哎，剩一个，在哪里？找寻猎物。哎呀，因为我们剩一个，只要挑好打的打就好了。好打的有哪些？喂。暖包，对啊，暖包为什么那么重？哇哇，最后一个，你这个那个暖暖包，你说这一个，抱不到，嗯，比较尴尬，我们要挑好打的打就好了，好打的打不到哪个？哎。电风扇，电风扇哦，电风扇应该是还不错。哎，卫生纸，哎，那是你的平台没？对啊，没了。嘿，哦，没平台的时候，对啊，没平台才来是什么意思？哇，刚刚那个卫生纸在那边的话，应该这一个可以很好打。不管了，骑士宝，拖，哎呀，有啊，好像有拖哎，对啊，再一次，再薄，对啊，再薄一点，哦，哇塞，哎，有拖，啊，他怎么没拖？差一点。是后旁了吗？对啊，我把东西稍微带下来一些好了。可是那边又卡住了。对啊，但是不带下来又……不过真的，除非要真的一个极致宝。好，来吧，这样有了，这样有了。哦，那个真的薄到一个极致，那个真的极致。换钱果然有用。嘿，薄到没办法再薄，就我换了200块，才投了20块。哼哼，加四，还不错。那我们可以跟台主拿一下加四送的这个巨无霸公仔。嗯。我们再去寻一下其他台，好吧？我们来小打一下娃娃好了，好久没打娃娃了。嗯。开灯了。哎、欸，它可以捏，捏得动哎。哦，这个甩幅超顺。超顺，输了，去
超顺。出了。咚咚，他们咚咚咚咚哎。来，熊熊，熊熊捏头起来。哎，熊就偏重。熊。哎，他感觉捏头就出来了。对，我感觉捏头，对对，捏头。捏头。拿乳头。再捏一次。哎，来吧。哦，捏到，扎扎实实的吃到。来了。啊，这个怎么办？捏。捏屁股。捏屁股这样。翻。这个头在下怎么办？吃身体。有。啊，捏头，捏头。对，捏头。哎，我捏头哎，捏头，哇，要整个扣起来啊！对啊，要整个扣下去哎，那你就扣下去吧，没关系。哎，那你就扣下去吧，没关系。嘿嘿，然后接下来小黑黑。红色的呢？红色的哦，拿得到？好像稍微拿得到哎。它会滚下来。对啊，但那我这边不就要先做好？这里。哎，可是你快出了。对啊，善意。善意来，要包起来。对啊，善意，还要露屁股。对啊，但露屁股好像我们都没有打出来，但这只善意不一样，出来吧，一样，来吧，我是不是要先拖一下这里的、啊？可以啊，来。再一次，来来来来来，下来下来下来，下来，还是不下来？这总下来了吧？好，善意可以出了，哎，直接直攻善意，来呀、啊，善意啊，来善意。对啊，不做事哎。哇，来呀、啊，善意，出货。哎，还是你抓后面它会。哎，抓后面就好了。现在是那个善意的脚踢到那只红色的兔子，这样子就出了。可以嘞。哎，哇，难道捏宝？捏你的头，屁啦！我觉得他的头那么重，怎么可能过不去？有，有，来，我们再夹最后一只就好。嗯。但是这边我再花个十块，没办法补位。好，算了，那我就直接来了，来吧，红色的兔子。来哟、哦！哎嘿！来！哇！卡住！来了，插到底了！哎！有了！来了，插到底了！哎！有了！完美！那只黑色就让它留在里面吧。我们夹了四只中娃娃，还不错啊，很久没打娃娃了，打娃娃其实感觉蛮爽的。娃娃比较好打。对啊，好，我们去把东西集中一下。好，好，我们夹完了。我们这次呢，总共夹这些东西，蛮多的，对，蛮丰富的吧。而且还有夹这个最特别的东西，巨人什么
反正就是复活岛十人像。这个我印象在网络上，反正去查一些好像历史古迹吧，还是什么的，这个好像都找得到。然后还有夹一些喇叭啊、巨无霸，还有最后享受四个娃娃的出货感，还不错。那我们这次要抽奖要抽什么呢？我觉得就抽这个吧，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的特别。好，我们这次抽奖就抽这一个复活岛十人像纸巾盒。这是创意摆饰，放在家里会提升你们家整个的质感呢，感觉会非常的不错。或者是你要拿去送朋友都可以。我们这次抽奖就抽这个十人像纸巾盒送给大家吧。那这个纸巾盒的抽奖方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